是 You 啊。啊，今天呢是最主要呢，就是要帮这个社游玩家做一个简短的小 mission。但是 mission 呢，就是要帮10个陌生人，然后是要看这十个陌生人里面有多少个是愿意跟我有合照的。啊，最重要呢，其实就是我要帮这个十个的陌生人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啊。他们的表情是怎样的表情？其实那一个刹那那个表情才是最真实、最好看的啊！所以呢，到底要怎样是完成这个 mission 的话，那就要看我的实力有多少哦，然后就要看看我们的 stranger 的配合了。So 祝我好运吧。Hello， 哦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ou 啊 ，Chili， 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好，Can you speak？Here to take a photo of me. Hello. Hi, Julian. Okay. Okay. 剛才看你那麼多次是不是都 feel 了我試一次給你看肯定百發百中的陌生人啊，去跟他们 say hi 啊，然后是就可能太过着装啊，太过着装，然后一直这样的不停的测试，不停的训练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开始能够比较自然，人胆子也练得比较大了一点点了，所以以后我想可能我去搭讪女子应该都不是问题了。OK 啦，又说回来了，今天的这个活动呢，就比较有一点不顺利，因为呢，从早上的时候这里就一直下雨啊，然后人潮呢也变得不是很多，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是有小小的成绩。不过我想，就算如果今天不是这个下雨的因素的话，可能那个拍摄那个机会率也可能不是很高，因为毕竟很多人会被这突如其来的这种反应会吓到的但是。还是有几个啦，蛮开心的。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是奠定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成长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下一次还有类似这样的活动的话，我们就要玩就再玩大一点点，玩准一点点。OK， 这样啦 ，OK， 拜拜。